刚请来的两位嘉宾老师，第一位亲爱的纳威老师，欢迎纳老师。还有我的老搭档王维念老师，欢迎王老师。三号女嘉宾的跟我联系，三号女士您好。你好，幼师就是幼儿教师对吗？啊，幼儿园老师，那太好了。在教大班，在教学前班。啊，会不会每天得有超级多的耐心啊？对，耐心、善心、慧心。那您找男朋友的话，像两位老师这样的气质，您更偏向哪一种呢？我更倾向纳威一些。为什么？因为他戴个眼镜很示威，很斯文。因为他戴个眼镜，王老师也戴眼镜、但是他那个眼镜好像有一点那个酷的那种眼镜，也就是那老师看得更有文化，对吗？哎，对，比较内涵一些。教小孩成才呀、啊，你不喜欢呢、啊？那听着感觉还行，挺好。来，二号女嘉宾您好，王芳老师你好，你好，您好，您是妇产科的医生对吗？啊，对对对，是的，是的。嗯，那现在还在工作吗？啊，还在工作。哇，你们这个职业特别吃香吧？哎呀，太忙了，每天就是太忙了，就是。肯定是每天都迎接新生命，多高兴啊！哎呀，那是那是，非常开心。哎呀，终于啊，终于见到你了，我特别激动，现在心情特别激动。谢谢，我也是啊。您从哪里来呀、我从河南郑州。哦，郑州。啊，对对对。行，职业都行，这两个职业。一号女嘉宾您好。你好，王老师。哎呀，我都急了。嗯，怎么还不让我说话呀？是。现在是退休状态，对吗？我是今年那个儿子出国的时候，然后就把那边工作给辞掉了。嗯。我一直是在广州跟深圳生活。嗯。现在那个老板娘还在等着我回去，但是我就确定说不去了。为什么？要找对象了？对了，我儿子讲，还有我家亲戚、我的侄女婿、我家所有那个晚辈都说，你现在要做了，就给我找一个那个姑爷回来，其他的都 OK 了。来，一号男嘉宾您好。你好，王芳老师。您这工作是邮政经警？对，邮政局经警。您从哪里来呀？我从内蒙赤峰。哟，那咱俩是老乡啊。啊，是内蒙老乡。嗯，您希望在这儿找到一份爱情？对。您对另一半的要求是什么样的？我要求就是温柔善良型的。要不要长得漂亮一点呢？那更好了。我发现呀，真的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啊，只要漂亮一点，先生都说太好了。来，二号男嘉宾您好。你好，王芳老师，我终于见到你本人了，老师。啊，你是很激动是吗？哦，对对对，很激动，第一次上大台。啊，喜欢二号的声音，喜欢一点。这个人声音好像没有第一个人那个沉稳。您是觉得我主持的更好一点，还是王维念老师主持的更好一点？你好，王芳老师好。好。那您觉得当嘉宾是王老师好一点，还是纳威老师好一点？纳威老师好。对，我就觉得一号和三号啊，其实就不一定出来了，对不对？你说就连基本的表达都不准确，这出来他们来。一号女嘉宾您好。哎呦，我就是看着王导那个节目，我就冲着你的节目，冲着王导跟你就是二王，听听来帮我找这个后半生的幸福的。你人家这就一听着就是明白人。这你还没听说他是要不人家服装主管呢，对不对？对对，听着不如前那两个。第一位女嘉宾的三号女嘉宾是一位幼儿园老师，掌声有请。哇，太漂亮了。你好。长得挺好，嗯，长得挺好，这个。我觉得我漂亮。长头发的、短头发的都可以。哎，老师好。您好。你好，王芳，终于见到你了。您好，真是好漂亮。谢谢谢谢。做幼儿园老师，我觉得真的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职业，因为我自己有时候当老师也会觉着，孩子吧，一天还可以，哎呀，时间长了，总有那个特别调皮的孩子，真的好崩溃。您会觉得很崩溃吗？有时候，有时也是，确实有时候崩溃。嗯，但是想一想，可爱的孩子，他那种天真，带给你的一种快乐，也就所有的一切都没有了。您做幼儿园老师多少年了呀？我年轻时候学过，但是中期就没有再做，啊，就到单位到企业去上班了。上班以后，就是又下岗了，下岗一会儿做生意。
又做生意，您这人生挺丰富啊。我从事了好多行业也。最后又回到幼儿园老师了。最后啊，现在由于年龄就是做生意也不做了，基本上都有了，生活保障也有了，所以静下来了，就还想去从事这个行业。把我的那个就是这后半生吧，余生献给他们。咱们得发挥光和热，是吧？是。这个二号男嘉宾为您摁灯了啊！我特别喜欢东北的这个幼儿园老师。好，谢谢。哎呦，好感动！这个先生，你怎么就喜欢上他了呢？小学生能成才。哦，教学生能成才，对，有那个方式。等一下，先生，您是喜欢幼儿园老师呢，还是喜欢这位女士？女士喜欢，都喜欢。哦，那就是这位女士，您觉得长得很漂亮，对吗？啊，对对对，很漂亮。您就一眼相中了。是。哦，你看这先生多好啊，大胆表达啊。这位女士刚才她这么一说，你是不是还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是，有一点害羞。是，这么多年可能还没有一个人这样跟您说话吧？是。我觉得我自己形象好。我想知道您是哪一年离婚的？我是1998年2月份。98年，那一转眼20年了。20年了，弹指一挥间。这20年您一直一个人吗？是。那98年的时候您才30出头。对。那时候遭遇什么问题了？那个时候就是年轻嘛，也就是气盛，就是由于都是那个时候，可能我们这个年代人都下过岗，两个人彼此要有了一段距离了，但是就那时候就离婚了，一气之下就离婚了。你因为什么事一气之下离婚了呢？就是两个人下岗了，由于那个经济上啊，就是那时候都下岗了，没有生活来源。那是没有生活来源，那咱可以共同奋斗啊。选择不同了，走的路就不同了。哦，他跟你选择不同了。啊，对。他选择什么路了？他调到一个单位去上班了。我就在从事就是做生意了。那不是也挺好的吗？那就是不一样了呗，他就是有了固定工作了呗。哦，我明白了，就是他到税务局工作了。他有点看不上你了。对。那我能不能理解为他有新的情感了呢？后期应该知道了。当时两人提出离婚的时候不知道，我也没有问过，也没有想过这些事情。就是离就离，去呗，去就离，离就离。谁离开谁不能活呢？就这么就走开了，走开了。但是后期我来到北京以后，好像听我，因为有姐姐在那边嘛，父母都在那边，好像他说他已经有人了。说你太傻了。是吗？我说我也不傻。他前夫是最不可靠了，像这种可靠的人绝对不跟他在一块儿。这一段感情就这样结束了，我觉得也能理解啊，就两个人突然生活方式不同了。可是后来这20年间，您就从来没有碰到一个让你心动的男人吗？我在北京也是跌宕起伏吧，应该是起起落落，一路走来也挺艰辛的。我能不能理解为就自己还是叽里咕噜的？对，没有时间去想，时间去考虑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到了这个年龄。所以这20年来，你一个人在北京？我一直一个人在北京，我对包括我的姊妹都没有在这里，就一个人。在这里现在稳定了吗？对，稳定了，也有房子，也有对，什么都有了。是，多好啊！哎呀，她性格还是很坚强的，这个女嘉宾跟我的性格也很像，都像男孩子性格。那孩子跟着您吗？孩子不跟我，我离婚的时候，因为他爸爸调到税务局了嘛，他离婚时候他要孩子了。男孩女孩？男孩，一直也没有跟我。那这些年跟你联系多吗？见过几次面。我儿子在，我家孩子在国外。一共就见过几次吗？对。你不想他吗？想过，泪水也就都干了吧，已经。只见过几次面，是因为对方不愿意吗？对，不愿意让你见。他不愿意让我见他。他提出来离婚。对。然后他不想让你见儿子。不想见，这是我。就是对我来说，他这么优秀，我说他不是一个优秀的男人，因为他没有让我见孩子，从来都不让我见，还没有联系好，没有这个交接好了，什么事都没沟通了。异地在他乡的话，不是自己的那个故乡，应该还是很艰难的。但我也能见到孩子，我因为我们家孩子比较阳光一些，每次我都是到学校去找他。那你现在跟儿子能联系上吗？联系上，今年夏天的时候。我们幼儿园老师那个放假，他从国外回来了，找了一个长沙的小女孩。他来看了看妈妈吗？没有，我到那去看他去了。我儿子把我的头给绞掉了。哦，是吗？他说你头原来长长，我说原来也是长发。
才绞的是短。儿子说这样的发型更利落。那天他说啊，他说妈，你应该绞那头，觉得不好看，带我去到了去买衣服啊，转一转。所以你看这样看下来呢，就是这个女士一直说我在北京这20年，我没有办法去讲，但是我们能想象到她一定经历了无数次的艰难，而且一定是想哭都没个地儿哭去，眼泪都哭干了，已经没有了。我妈在说你怎么从来不流泪呢，我说我跟谁去哭呢。哎呀，这个随而后的是吧，挺挫折的，在这也挺不容易的，看看王老师您会不会特别理解这位女士啊。是，她是一个不敢让别人觉得她过得很苦的女人，这就比较麻烦。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其实实际上只有自己内心一个人去承受的这个过程，其实这个挺可怕的。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今天开始呢，能够学会像女人一样哭泣，能够像女人一样去倾诉，能够像女人一样找个肩膀往上爬，然后再把眼泪弄到她的肩膀上，千万别弄到自己身上。我觉得这个时候你可能才会意识到你是个女人，否则的话你会自己很难受。寻找一个肩膀靠上放松一下。对啊，真是。二号先生您好。20多年没找老伴，这是最强的人呐，在工作了20多年。谢谢谢谢。这不是要等一个人的出现吗？等我。您多大年龄我看一下？58。您是58岁。您是53。哎，年龄合适 啊。其实你觉得找一个这样的人，你啥心不用操，他什么都能想到，面面俱到。好，那现在我们来问一下两位男嘉宾，哪位愿意出来见一下我们的3号女嘉宾，请按灯。哦，确实是我们的王宝群先生一直给您按灯。一号先生，您为什么没有按灯啊？我觉得我听声音挺喜欢2号的，我等着2号。哦，您喜欢2号？对。2号女士您好。啊，你好，王芳老师，你好。请问您接到电波了吗？叫菠菜。啊，收到了，收到了。你喜欢吃菠菜吗？喜欢。好，那您要不要见一下我们的2号男嘉宾？啊，好。好，掌声有请2号男嘉宾。各位来宾，各位同志们，大家好。您好。形象还可以。那个子还挺高的哈。您好。你好，你好，你好，王老师。你好，哎。我可见到你本人了。是吧？来，我们的女士。是是是。握握手吧。你好，你好，你好。本。先生啊，您这在哪儿工作呀？平时。现在我在北京，跟着我儿子干空调。干空调。对对对。就是弄那个空调的安装，对吗？对对，安装。好，您先休息一下，在那里哈。好。嗯。做空调安装，那很辛苦吧？那可不辛苦啊，从1楼到20多层也给他装，现在，网上只要找一打电话我都过去。但我听他们说，这个现在还是挺挣钱的呀。哎呀，那挣不了钱，俺一个机150块钱。嗯，一天你们安几个呀？按8、9个，很简单，10、12个，对不对？那也不错呀，一天按十几个，你想想，那也还挺赚钱的嘛。那很紧张的，必须现在是淡季的时候，有的时候1、2个，有时候没活，也分期间了，都是也要分时间是吧？对对对对。先生，我们在采访您的时候呢，我们也问您了，说你现在在北京生活怎么样？您立刻说，我生活条件还是不错的，是这样吗？也差不多，也可以，花钱了，最什么我不差钱。不差钱，你看看。对对对对。就是差媳妇儿。对，差媳妇儿。现在您住在哪里呢？我住在北京。那以后养老生活准备在哪里？养老生活我两个考虑吧。嗯，要如果找到老伴了，嗯，共同商量，哪都行。想过回您老家吗？想回老家。嗯，老家也有房子，6间10间房子吧。大房子。对，大房子。想住哪都住哪。我儿子2套房买了，在固安买了一套房，我老家县城买了一套房。所以儿子肯定不会回去了。我儿子。你也买的房不是我掏钱买的。嗯。就是我一个儿子，我在哪住他也可以。今天谁陪您来的？我闺女。闺女。二闺女。哎，您好。二闺女。您好，哎。
老爸。哎，你好，你好。我是您陪老爸来的。对，我陪老爸来的。我们感觉到老爸特别的朴实啊。对，我老爸是个实在人。嗯，您今天可不可以算是代表你的兄弟姐妹一起来的呢？可以。也就是说，你们全家人都希望老爸能够再往前走一步。对，希望老爸以后幸福。嗯，你们没有反对他找老伴儿的事儿？没有，我女儿特别支持我，还有我女婿都特别支持我。先生，您的爱人是什么时候去世的？爱的是12年那时候是3月份吧，他做的这个吃肉饭肚皮疼，我上是医院检查吧，他检查他检查不出来，我上我们县城家不是检查不出来，到我们汉坦地区检查出来了，检查的是胰腺癌。胰腺癌呀！胰腺癌吃肉都疼。那这个病比较痛苦啊。对对，痛苦。又给他做了手术，做手术以后，又化疗了6次，花了不到8-10万吧。等我伺候他了有2年半，不到3年的时间吧。也就当时你们也知道这个病还是比较严重。那挺严重的，我当时没对他说，他也知道我吃肉疼。到14年。那一年因为9月后9月份17日晚上他都去世了。丧偶的男人他比较多情，这一点我特别喜欢，比较重情。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先生啊，一想起这些事儿来心里面非常难过。其实他们真的是最普通的老百姓，然后呢在我们北京的大街小巷我们也看到过很多这样的身影，他们的生活呢是完全靠自己努力赚出来的钱。对对对，虽然先生现在说我现在不差钱了，但是那是他努力了多少年，好不容易才有了今天的这些成绩。那老师对我们这位先生的印象是什么样的？淳朴。老师觉得他得找到能跟他匹配上的这种。人还挺老实的，如果要是跟他性格一样，过日子还是挺不错的。他毕竟要生活，要交流，要思想。两个人的思想他会要交流。所以这个我建议你找更朴实一点的，更这个能够操持家务的，可能这样的日子对你来讲就不太累。老师说的太对了。先生太可爱了。好，那您请坐那里啊，我们来跟女士交流一下。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通过提问满意加分，不满意则减分。你好。你好。你准备在北京生活吗？可以，在北京可以。你可以到我老家去吗？可以啊，去串个门都可以。我其实在哪儿都行，地域的问题我没考虑过。你身体状况怎么样？良好。那太谢谢你了。如果咱俩能牵手的话，你可以到我老家，三个家随便住，可是那家就属于我儿子的，咱住可以住。啊，行，那我随便住了啊，是可以。就是将来是留给儿子的，永远是我儿子的。如果您和这位女士牵手成的话，能不能够把您的那个房本名字改成这位女士的？不可能。这是不可能的，我实话实说，我说可能到时候不实现怎么样，是吧？那您那比如说您爱一个女人，您有自己的生活，您已经跟她成为夫妻了，那至少那个房子的一半应该是归自己的爱人的吧？有爱不在房子不房子，是吧？有爱没房子也可以干。好话坏话都让你一个人说了，是？那这话咱两头说呀，你不能给。那这只要有爱，那有房子也可以有爱呀。哎，那我儿子买的，我住台住都可以住啊，非得要那个房本什么用、啊？不是，你爱一个女人，你总得给人家。没房本也能住，有房本但是住不上。你自己有没有房子？我自己有。你自己有几套？我这些一亩大的房子能不能跟你那一亩大的房子能不能把那个名字加上你夫人的？那加上也可以。这就对了。我的房子可以啊，你说清楚。我跟您说啊，你儿子的房子你也加不上，你想加加我也不加，法律也不允许啊。对啊，但是我们作为这么多年我们做节目啊，
我们见到了很多再婚的家庭，我们还是建议啊，大哥说归说，问问你，考验考验你，归考验考验你，但是我们觉得再婚家庭呢，最好还是各自各是各的，对，各自有各自的财产，这样呢跟子女的矛盾会减少，是是，因为你再婚子女都成年了，然后呢如果你在这个财产上分得特别不清楚的话呢，可能会有矛盾，所以最好在婚前讲好，你比如说我们条件就比较好，没问题，咱们俩可以共同住，这房子可以加上你的名字，但我们现在就这一套，可能我将来还得给孩子，你也就你那套，你的是你的，我的是我的，那将来我们都给各自的孩子，这样可能呢对于我们解决矛盾来说会好一点。对了，我算双重三成，我现在所有的那个房产都是我一个人名字。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来，两位请到前面来，两位是否愿意跟对方再交流一下，如果愿意请在我倒数三二一之后向后转，请准备，三，女方不会转，二，她可能会愿意，因为啥，她没想那么多，她就想找个牢牢记得过日子的人，这么多年跑累了，一，好，两位请面朝我，这位女士为什么没有转身？她刚才跟我说，我问她的问题，她没有正确回答我。嗯，我觉得可能先生他确实可能跟您的生活的环境不太一样，对，文化环境不一样。但是啊，他的善良，他的勇气，喜欢我还是刚开始有一点感动。是的，是的，是人是非常好的。是，那就您先休息一下，好吗？好的，再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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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一号、二号女嘉宾是否愿意出来见一下我们这位先生？如果愿意，请按灯。一号女士，听到我说话了吗？听到了。二号女士，听到我说话了吗？听到了，听到了。好的，那很抱歉，先生，我们继续寻找合适您的人，好吗？好，这边，谢谢啊，这边，这里，再见。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喜欢这两位嘉宾，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一号先生，您好。你好，你好，王老师。现在您要做出一个艰难的选择了。我们现在场上还有一号女嘉宾和二号女嘉宾。一号女嘉宾呢是服装厂的主管，刚刚退休。二号女嘉宾呢是妇产科的医生。您想先见哪一位？见二号吧。确认吗？确认。好，掌声有请二号女嘉宾。哇！哎，挺好。哎，挺不错的，气质挺好的。女生啊。挺好的。大家好，大家好，两位老师好。您好，王芳老师，终于见到你了，王芳老师。您好，您好。哎呦，这手冰凉啊，有点紧张，有点太紧张了啊，有点紧张。做了多少年妇产科医生了？二十多年了吧？二十多年了。嗯，对对对。那个，您是妇科还是产科呀？妇科、产科，我们都是两个月是在产科，两个月在妇科，就这样来回轮换着了。哦，那应该是经历了很多新生命的到来吧？啊，是是是是，是不是工作就是这个？啊，对对对，就是这个，对。一号先生您好，这个就是为女嘉宾长得非常漂亮，各方面我都从我这非常喜欢。您会不会现在已经说话都不利索了呀，大哥？我有点紧张。相爱容易相处难，比较淳朴吧，也是漂亮也漂亮。您现在是在郑州工作对吗？没有没有，我家是郑州的，我现在在新疆的阿克苏工作。哎呦，那地儿好。新疆工作啊？对对对，您从新疆来的吗？我本来说是从新疆来的，然后带着我的朋友一块儿来，后来了我郑州有事儿，我八月份的时候回郑州办一些事儿。没想到。哎，没想到，当编导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还以为是推销什么保健品啥的，我态度特别不好。哦，是吗？啊，结果一说门当户对，哎呀，我一下特别激动，你觉得？是不是立刻觉得你的这个生活要改变了？啊，对对对对，哎呀，特别觉着一下子快乐了，那一种感觉不那么沉闷的那种感觉，觉得有希望了，是吗？哎，对对对对。您是不是经常看我们节目呀？啊，经常看，经常看，没事的时候，然后我就。啊，对哪一期，然后比较那个啥，我就看完以后再去看一遍。嗯，在网上再去看一遍。啊，对对对，就这样。那也就是说，王文念老师那个很高的点击量，
你也做了很大贡献。我觉得王文艳老师特别特别的有学问，感觉特别博学，我觉着也特别喜欢他。我得给你握一下手。哎，你好你好。就是说到目前为止全中国说我有学问的您是头一个。哎呀，我是实话实说，真的实话实说。不管遇到什么事以后，他的看法呀还有他的一些解释呀，我觉着特别能扣人心。天哪，姐你会唱歌吗？我唱的不好，我有点紧张。要不要跟王老师合作一首啊？就是有这种心，有这种。看看看看，来，您会唱什么歌呀？好人一生平安吧。有过多少往事，仿佛就在昨天。有过多少朋友，仿佛还在身边。女嘉宾唱的挺好的，阿浩女嘉宾。对，心里在这看比较喜欢。能勇敢站在这里就已经够了，真的。没有真的还好，我就爱劳动。谁能与我同醉？相聚年年岁岁，如今天涯皆有缘，曾经温暖人间。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您好，耀先生您好。这位女嘉宾长得漂亮，嗯，歌唱的又好，嗯，我很喜欢。哎呀，谢谢谢谢。也就是说，现在你已经满眼都是二号女嘉宾了。是的。好，我想问一下您啊，您的婚姻会不会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呀？啊，是是是是。您怎么平时生活在新疆呢？我是06年的时候，然后去那边的。嗯。然后我女儿她姑姑嘛，有个亲戚在那边，说是缺医生。嗯。那边的工资呀，各方面待遇比这边要好一些，然后我就去了。那您是因为婚姻过去的吗？也不是，你丈夫去了吗？当时。他本身他都在新疆的，我们都是从新疆回来的，带着我女儿。那也就是说96年的时候您是去那边结婚的对吗？我结了婚以后，然后去在老家这边结了婚以后去新疆的。那您怎么能认识一个新疆的先生那么远？哎呀，当时我们嘛都是亲戚嘛，然后他姨家嘛和我姨家然后是隔墙邻居，嗯，就隔一道墙。他那一年回家刚好，然后他姨和我姨我两个人这样的一说，一撮合，一撮合就闪婚嘛，然后就和他一块儿闪婚。对对，认识一个月吧，那个时候也不懂，都觉得新疆挺好的。那时候觉得心里面想象力特别丰富，哎呦，新疆是个好地方啊。以前也特别爱唱歌，新疆什么吐鲁番的葡萄呀，打扮成的姑娘，哎呀，这些歌唱的觉得新疆特别特别好。确实很美呀，新疆确实很美。觉得然后他们这样一说呀，特别愿意去那边。其实当时也不懂啊，觉得都是大人在撮合，就觉得以这样的一个方式去新疆了，其实对这个人没有，现在想想没有什么感觉。如果对双方不怎么了解的情况下闪婚，我觉得这个是肯定必然会分开的。去了之后跟你想象的一样吗？不一样，哎呀，特别不一样，也就那样子。积蓄下来了，然后也就生活下来了。你的前夫对你好吗？其实咱们也不能说他人不好，他心眼也不坏，他就是我们俩性格一点都不一样。嗯，生活在一块时间长了，觉得做的什么事儿都不是我想喜欢的事儿，然后久而久之老是吵架。嗯，他想一出是一出，想到哪儿是到哪儿。嗯，哎呀，每天都在投资，这也赚钱，那也赚钱，到最后啥也赚不着。他们每次，其实我说这都是实打实的话啊。做10样事儿，9样都是赔的，嗯，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他不考虑考虑结果，脑子一热都去做，嗯。所以说有时候我们这样子觉得靠不住，然后他所做的事我也不喜欢，老是吵架，然后就这样就分开了。哎，就分开了。你们哪年分手的？96年。啊，等一下，您不是96年才去新疆吗？我是我女儿是88年的吗？你是一次婚姻还是两次婚姻？一次婚姻。我是87年去新疆的，88年生了我女儿嘛。
也就是说你96年呢其实带着女儿已经回到了河南，河南我们老家啊，但是你06年又去了，对对对，06年的时候去了，对对是。这次去跟你的前夫有关系吗？没有关系，没有任何关系，我们现在都没有来往过。但是我想知道的是，就你跟你前夫离婚之后你们没有再复婚吗？就是当时离完婚以后，然后带着女儿嘛，在娘家住嘛，然后觉得好像有一种寄人篱下的那种感觉嘛，带着女儿嘛。后来他又回来来叫我，当时我感觉着，哎呀，其实那个啥，我又和他一块回去了。嗯。回去了，过了一阵子以后还是不行，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然后就带着女儿又回来了。也就是说你又一次做努力了。哎，对对，又一次选择，又一次做努力了。那会不会他有了新的感情呢？我这一次回来以后，他没多长时间他就结婚了，他给别人就结婚了。这个应该是我们彻底分完以后他才结的，咱们有啥说啥，不会说是啊，对对对。我考虑这个事不能勉强了，勉强了也不太好。啊，这个婚姻问题怎么说，可能也是闪婚太快了，互相不太了解。现在他跟女儿关系怎么样？嗯，也不太好吧，他就不管女儿，主要是他就不管，全是您管，全是我管。女儿跟您怎么样？那当然是特别特别好了。哎，你看这表情变化啊。对对对，既是朋友又是母女嘛，我们先是朋友然后又是母女。你小的时候对女儿管得严吗？其实我对我女儿吧，我认为我的教育特别成功。嗯啊，我认为比如说她写作业的时候她爱听我歌写。嗯，哎，我觉得她这样喜欢我都支持她。我女儿学习也挺好的，一直都挺好的，特别听话我女儿。嗯，这点让我是这么多年，然后心里面最开心的一个事儿。来，一号男嘉宾您好。王芳老师你好。嗯，您现在此时此刻对我们的二号女嘉宾印象怎么样？很好。很好。嗯。如果让你评价一下二号女嘉宾，你会怎么评价？比较优秀。这个，假如你特别喜欢一位女士，您会怎样对待她？那我对她那是相当珍惜了。嗯。非常疼爱了。如明年七夕你们俩打算怎么过？那我非得给他买一个他最喜欢的礼物呗。嗯嗯，让他开心。然后你会说亲爱的吗？那要成了之后那是必须的。你会说我爱你吗？会。那你现在给我们展示一下，练练，我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王老师你好。哎，明年七夕节，嗯，你喜欢什么呀？我喜欢，我好给你准备一下。我喜欢的东西多了，但是我就喜欢你给我说句好听的话。我非常爱你，我从心里爱你。还是一个很本分的人，听他讲话表达的话还是很本分的。哎，你有没有觉得先生挺好的呀，性格。嗯，是吧，挺好的啊，就要找这样性格的人，就他们玩得起。我不太喜欢太不爱说话的人。一号先生提个问啊，您对医生这个职业熟悉吗？呀，对这方面不太熟悉。就你们家里边有人是医生吗？嗯，没有。哦，我那个妹妹当过医生。你到底是？儿子他现在他毕业，他是改行了，他原来在内蒙古医学院毕业的。谁呀？我儿子。那你们家不就是医学的世家了吗？你就又是妹妹。他现在没从事这方面的职业。对呀，那他不也很熟悉吗？嗯，对。你妹妹是医生吗？她是医生。哦，你妹妹在哪里做医生啊？现在她在澳门开一家诊所。你妹妹呀？啊，对。需要妇产科医生吗？她那可能有点，我是没有保健的，那个妇产科这方面吧。那你儿子呢？我儿子像经商呢，他开商店，洋烟洋酒。在哪里啊？在澳门。哦，那你儿媳妇呢？儿媳妇在澳门当老师呢。那你这个孩子的妈妈呢？儿子15岁的时候96年得癌症去世了。哦，这个肯定是有故事啊。那我就想问一下，您愿意出来见一下二号女嘉宾吗？愿意。您愿意见见她吗？哎，见见吧。掌声有请一号男嘉宾。你好啊，好帅啊。大家好。您好。个子还是挺好的。完美完美。王芳老师你好。你好你好你好。哎，这是我们的女嘉宾。你好你好。嗯，这年龄还蛮年轻的，但是他们都老气了，显得都老气。哎呀，今天来这儿紧张。太紧张了。
你儿子知道你来这儿吗？知道。你怎么跟他说的呀？我儿子就支持我，他说你做门户当户对去走你的另一半，他也看这个节目了，他希望我都在走另一半。你觉得我们二号女嘉宾怎么样啊？挺好。嗯，漂亮吗？漂亮。身材怎么样啊？身材我看挺好。谢谢。是不是这个突然有人夸你，还有点不好意思了？哎，有点，是吧？先生第一面状态也不错吧？还行，还可以，还可以。来，您请坐一下哈。行，好的。也就是说，现在这边就剩您一个人了。刚才您说孩子的妈妈是去世了。对，96年。但是您这上面写的是离异。那是我第二段婚姻。两段婚姻。对。第一段婚姻呢是当时的爱人什么病啊？他是胃癌。哎呀。嗯。开始没发现吗？开始没发现，在我们的当地医院看起来当胃炎误诊。有点误诊了。太可惜了，因为胃癌其实现在我们对于这个就各种各样的癌症来说应该算是相对轻的。对，当时说切除3/4也没问题。嗯，它还可以再长。对。嗯，它能再生吗？对。太可惜了。对。所以您那么年轻就遭遇了一次大的打击。那年39。哦，39岁。那您爱人去世也很年轻吧？我俩同岁，他也39。太可惜了，你经常想念您的太太吧？那非常想念。你们其实感情还不错。我们感情相当好。她最后生病的那些日子里，是您一个人在陪她吗？是，始终是打她有病之后，始终我一个人。那半年，你看在赤峰做的手术，赤峰呢最后她的兄弟姐妹和父母都在赤峰，他们就是白天去替我，晚上基本都是我。白天替我也舍不得离开，正好半年，那半年基本上我的衣服就是全是穿着衣服睡觉，等多少脏了时候回衣服家把它换洗一下，换一下衣服吧，就半年没脱衣服吧，基本就是这样。你尽全力去陪伴他了。对。他知道自己的病吗？最后他后面知道，先前是坐前是不知道，后面后他也怀疑了，最后那个晚班值班的那医生不就少了吗，有时候呢，我们医办室没人，我领他溜达，他就要上医办室，我阻止不让，也没法再深阻止，他也不听我的，就去了。到他那个搬安家了，就自己搬找出来看之后知道。因为都是有文化的人嘛，所以是他看了以后肯定也很崩溃啊。对。这是您的第一段婚姻，后来第二段什么时候开始的呀？2002年7月份。嗯。那是2002年3月份。经纪人给介绍的，嗯，是一个小学老师，过了12年，在这2014年9月份离的。为什么呢？因为我还闹不明白，我对他那么好，他究竟因为啥也离开我，到现在我闹不明白。因为啥呢？最后那天他就是吃早饭前，他就提前把那个协议书写好了，他说我们离婚吧。之前没说吗？提前一点反应没有。要说我不明白，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最后一人我就。我正寻思到那玩我没当真。嗯。我寻思这到那是有点小情绪，因为啥我年龄显示挺大的，他正好比我小一些，比我小12岁。小12岁啊。嗯。吃完早饭他说那咱去办去吧，协议去办去。我说那你上法院吧，他说不去了。因为啥他头次婚姻上法院，这边还那个抚养费和他那个前夫。嗯。闹得都挺僵的，法院都认识他。他说我不去，咱俩就协议吧，他说。那行，那就简单那么写，都不是。那你也不问问他为什么吗？那我问了，他说咱们就感情不太合。那就是最后他给我写那个协议也是，就那么写的。现在我都背了，协议我也背了，他的眼泪。当天早上跟您说咱去离婚，嗯，所以那位老师您能理解吗？他就也不问。这太奇葩了。对呀、啊。对，这女的说呢，吃完了吗？好，我收拾一下碗筷，一会儿咱们离婚去啊。哎，好，嗯。那个，这怎么写呀、啊？你这写那个，那情绪不好，行好，哎，签字得了，一签字。你不是我没当真，我就是。最后他说完之后，那不是中午办完之后，我就直接上单办了。嗯，这就去了，我俩到民政局，人最后说你们还有缓和议定，他说没有。最后问我，我说那没有，我说那人他要离就离吧，办了。办了之后出来之后呢，我拿啥我就直接上班去了。上班等到中午下班之后，他在家包好觉。
包好饺子，然后我们就正常吃饭。吃最后一顿团圆饭，啊、嗯。包饺子，你看我就闷往心里气。吃完饭完之后，我就午睡，中午午睡，我在那躺睡觉。睡完觉，等下午两点上班，我该上班，我走了。走了，等到晚上下班回来，一开门，傻眼了。屋了就是该收拾东西，他都收拾走了。嗯，您都到民政局把字儿签了，还不傻眼、啊？等回来没了，这才反应，你说您上民政局玩去了。你以为他跟你离完婚之后还跟你待在一起吗？我没当真，这个当时都签字去了还不当真啊？我现在过两天当不就好了，这个事。嗯。那怎么可能呢？那您想，他要过两天就好的话，为什么要跟你去民政局呢？我想知道后来你了解过没有？他是不是其实早有一段新的感情，只是你不知道？我不知道，这会儿过了两三个月吧，三四个月，碰他一个朋友。然后见面，他说他结婚了。我问他他是哪的，他说铁路上的。嗯。啊，最后我就从那我才开始心里有点怀疑。所以是在那之前，就当天晚上、啊、我也有点怀疑了。为啥呢？最后他拿走之后，我有个新棉服没穿过，然后你的棉服没穿过。哎，没穿过。我现在男人的衣服他拿走了。拿走了。那你没问他呀？嗯。然后中午睡觉前，我把手表都搁那个床头柜上了。下午上班走前也忘带了，把你的表也拿走了。把那个表拿走，就通过这两样，脑瓜当时一反应，你往这方面寻思了。哦，你看，寻思了之后也那也不敢确认。说明那个男的跟你个差不多。嗯，那就不知道了。对，但是您到最后你也没问他呀。问了，最后有人给他打电话，我说那你这个就说那个棉服和这个手表，我说这个也不是你事的，你拿去也没用。你为啥拿这两样东西呢？最后他给我答复，他说：“这个你穿不好看。”我说：“我穿好看与不好看跟你还有啥关系？”我的天哪，大哥，您这故事我听得有点像电视剧啊！啊，穿的不好看，然后他就拿走了。如果这个事情成立的话，这位女士确实有点过分。太过分了！你拿这件衣服其实不值多少钱。这个手表我估计他也不是那500万的手表，他问题是你这样做完之后对方会很难受。嗯，就是你已经以这样的一种瞒着他的这样一种方法选择了离婚，这对这个老实巴交的男人来讲已经够伤害了。嗯，如果你再把他其实他喜欢不喜欢另说，你把这两样东西拿走，你等他一旦醒过闷来之后，他得有多长时间睡不着觉。嗯，他得想，这个就是这个就有点欺负人了啊！对，不该这样做。太过分了。但是你放心，那个大，我相信一定会有个人给你买棉服送块表的。啊，我拿走留作纪念嘛？你觉得呢？那这有啥？那跟男的这么去表达一下？这是个道德品质问题。那老师，您会不会觉得这都有点听上去有点荒唐啊？荒诞。这个，但是这从中也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位大哥可能平时啊对这个自己的爱人呢、啊、关心不够。如果你这个在爱情当中心过于宽的话，我认为这个婚姻还是有问题的。嗯，可能您要从这个角度想一想，是不是平时对这个太太的爱没太雕琢好，就细节没把握。女人是细节一定会有反应的，嗯，她不会这么，她吃早饭的时候跟您说呀，对，至少头天晚饭的时候你也能看出来呀。来，一号女嘉宾您好，再按灯。我觉得这二号男嘉宾的话，还是人挺好的，挺忠厚的，非常的忠厚啊。哎，先生，您会关心人吗？关心人还可以吧？你看我们俩，你说我说对他也挺好的。基本上我们家做饭我都很少让他做，基本上都是因为我们单位都知道，一到要是下班那个时间我就着急了、嗯、我就啥都往同事都瘦啊，你看这杨队他又要忙着回家做饭去了。嗯，所以您觉得对他好就是去给他做饭，但是我觉着可能真正对他好不仅仅是做饭，还有很多地方，是不是啊？来，您跟女士交流一下。这里接下来进入心动指数环节，男女嘉宾手中有加减分案件，通过提问满意加分，不满意则减分。哎，男嘉宾你好，那个邮政经警是
平时是干什么工作的？我们那是邮政，这不有那个储蓄网点吗？储蓄网点，然后早上到那送款去，款车，等到晚下班时候呢，再去把款敛回来。完了就是经警大队，就押款送款钱的。你们平常工作忙吗？平时我们那就是倒班，就是昼夜24小时都在倒班，黑白班都有。你现在有几个孩子？我有一个女儿，结过婚了。今年多大了？29岁。哦，那你平常有什么爱好吗？没啥爱好，反正现在我就比较注重身体，就锻炼锻炼身体。天天早晨，一个多小时出去散步，就是快步走，晚上一个小时。有啥不良嗜好吗？比如说吸烟啊、喝酒啊？没有，反吸烟不会。喝酒呢，现在暂时就喝那个，那就是养生的那药酒，一天喝一小杯，一两多。不吸烟，不喝酒，不打牌。那你对这个异地有什么看法呀？我平时在新疆呢，在新疆一个新疆一个内蒙特别远，你怎么看这个问题？而且你那是西北，他这是东北。关键是两个人要是相爱的话，第一我考虑不是问题。然后我这个现在不行，我还得8个月退休，退了休以后可以。去哪都行，去哪都行。而这位女士的职业也是去哪里都行吧？我也是去哪里都行。那就两队跑也挺好。他俩的条件差不多。我感觉都挺好的，也没啥提问题。女士有什么问题吗？也没什么问题了。好，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彼此的分数是什么样的。来，两位请到前面来。那么我们来看看两位啊，是否愿意和对方继续交流一下呢？在我倒数3、2、1之后，请向后转，请准备。3，我们聊看都会。2，我觉得他们可以去互相去了解一下，交流一下。1，哦。两位来面对我，女士为什么没有转身啊？我觉得演员还是差了一点。准确率要求太高。还是觉得不是最满意的，对吗？对。好，那咱们就继续寻找，好吗？先请您回到观察室，再见。哎，好的，好的，行。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喜欢这位女嘉宾，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1号女嘉宾，请问您是否愿意出来见一下我们的这位先生呢？如果愿意，请按灯。1号女士，您听到我说话了吗？听到了。也就是说您也不打算见一下先生了？对。好的，很抱歉先生，那咱们继续努力好吗？好的，好，这里再见。慢走哈，慢点慢点。电视机前的观众，如果喜欢这位男嘉宾，请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其实要是光讲条件还可以，哎呀，我觉得没有眼缘。掌声有请1号女嘉宾。哇，您好，个头怪小。安徽的女士太漂亮了。PR 好强。真漂亮，您好您好。谢谢谢谢。这不是白衣少女了吗？谢谢夸奖。从哪里来？从安徽。安徽来。对。我觉得很漂亮啊。谢谢。老了。没有啊。漂亮。刚50岁吗？对。那老师有没有觉得这位女士一出场给我们带来一股清新的感觉呀？是因为这个女士穿衣服是非常的重要的，这个白色的衣服啊，这个今天这我觉得她的服装搭配的特别的完美。特别的好，而且这个耳钉戴的也很好。哇，您连耳钉都看到了。是可以呀，那这系列嘛，她在这看体质也挺。您的婚姻会不会也是经历了很多的波折呀？91年我们认识的，然后92年我们就正式相处了，93年我们结婚的，然后在95年的时候我们又离婚了。那也就是说你们这段婚姻也没持续太久。没有持续太久，因为在刚刚谈恋爱的时候我们家人就不看好这段婚姻。为什么？因为他是前面离过一段婚，然后还赌博，这个家暴，然后我是最后跟他结婚的才知道的。听他邻居讲，他之前有过一段婚姻，您当时是没有结过婚的，对吧？我当时是没有结过婚。那你跟他谈恋爱的时候，你知道他之前有过一段婚姻吗？一开始是不知道，是介绍时人家是这样讲，哎呀，我介绍一个男的跟你认识，
那时候我那时候就自己在开一个小的那个餐厅大排档嘛，嗯，然后我就说可以啊，然后就这样子，他就带着这个男的来我这吃饭。一开始吃的话，后面就也不给钱了，就谈恋爱了就不给钱了。嗯。然后就这样子慢慢相处了，然后跟我们家里人说，我们家人一听就说，是怎么样的？然后我就把这个情况讲给他听了，所有人都反对。嗯。他说你一个姑娘这么优秀又能干，你干嘛要找这样的人？我说你看吧，要不我们就这样就当普通朋友吧。然后他嘴巴是很能说的，他怎么说呢？他就说，嗯，我有哪些不对呢？我不就是一段失败的婚姻吗？如果你要是跟我再组成那个家庭的话，我会珍惜第二个家庭，我也会珍惜第二个婚姻。然后我就会也这么想吧，我就讲，人已经犯过一次错误，哪怕他就是婚姻中是他的错误，他已经犯过一次错误的，肯定会接受教训吧，对吧？嗯。我就奔着好的地方想，我这人是把什么事都往好的地方想，然后也就不顾我们家人那个反对，也就跟他结婚了。不听老人的言，吃回咱眼前，就这句话。结婚那不就到他家去住了吗？然后就隔壁左右的邻居，老是背后好像就是，我就觉得他不在家里还是背后的时候，就老是说，哎呀，你看这个小妹这么漂亮，他怎么去找他？我就觉得琢磨不对，我就然后后来就问他，他是怎么讲？哎，你看别人的肯定是嫉妒呗，他说，他说别人话你就别听了吧，你知道我对你好，他也不是说对我不好，好的时候还是很好，但是他一赌博起来谁都不顾了。那也就是说你找了一个本来已经结过婚的人，然后呢对你来说就相当有点下嫁了嘛，对吧？对对，本来在那个时候就是不匹配的。是。可是呢他结婚之后还去赌博，还赌博，而且还是家暴，那时候把我整个眼睛打了都肿鼓出来了，这样子我就为什么打你啊？赌博呗，他到正好那天赌博，我平时赌博我都踩着自行车到处去找他，找不着，然后那一天刚好是我们家邻居隔了一家从那个巷子里面进去，然后我回来的时候我就看他家的窗帘是拉的，里面有人搓麻将，我就那个敲门，我一伸头他就在里面，就这样他回家，我把门开了锁起来，我就不让他进去，他一脚把门就踹，整个门框都倒了。他一吵架我就让他，不是怕他，你知道不？你不让他，他过不成。要是现在有这种家庭暴力，一定要出来。我然后第二天我就去我那个叔叔家，我叔叔一看我，马上掉眼泪，我还不敢去我爸妈家，我怕我爸跟我妈受不了。那这样你就赶紧离婚吧。所以这样子我还会给了他一次机会，因为为什么呢？就是想自己当初选择的，自己要去挽救这段婚姻，然后就这样情况下他就保证，然后就说我是气了太冲动了失手了，我这样我又原谅他了，然后我就说那你要好好去赚钱，要养活孩子。我还挺反感那个家暴人，因为实行家暴那个人呢，实际他没多大能力。后来你们又持续了几年这个婚姻？半年吧，然后就是这个情况下的话，叫他去找工作，他说我要去那个，到运输公司去开车，然后没钱，没钱的话我就给他钱了，然后他的二哥的话就看到我们两个在家都没有工作的话，这样子的话，也不是事，他就说，那你那个到运输公司去承包那个货车的话要多少钱？他说2000块，他从他二哥那边也拿了2000，从我这边也拿了2000，全部抖光了。又没有承包，嗯，后面就是我从法院起诉的，最后分开的。说的太多了，容易暴露自己很强势。那您现在希望找个啥样的呀？应该是能三观合得来的吧。嗯、第一，可能就是性格，嗯，能合得来。第二的话就是还是颜值吧，应该是。颜值。对，还互相的话有眼缘。第三那么就是我们再婚的家庭像我们这个年龄应该就是经济，这三观的话就是匹配的话，我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对，我还是相信爱情的，因为我是怎么讲呢，我是一个性格很开朗，然后又很喜欢浪漫的一个女人。是的，所以我们就要期待一下，赶紧有一个喜欢您的男士来到，好不好？好的好的，非常美啊。今天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这位女士，请您拨打我们节目的热线电话。好的，让我们掌声欢送一下一号女嘉宾，谢谢。好，谢谢，再见哈，谢谢，再见。听她谈吐，她也外向型，我这比较内向，
谈吐，语言可能表达能力比较差。谢谢那位老师，谢谢王文念老师，下期再见。今天晚上您找贾坤有什么事儿呢？今夜你会不会来？会来的，先生。你的爱还在不在？我愿意为你。贾女士说她愿意。很好啊，很好。送你三个字，想得美。门当户对，欢乐甜蜜，陪你温暖过冬。